大家好，我是小海豚悠悠，今天我又来了。上一周我们去探索了一下老师的包里有什么。事实证明老师们都很无聊，今天我们要去办公室探索一下里面都会有些什么呢。哪有什么呢，不就是零食吗？ 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。 哎，去看一下吧。就哈哈，我来了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办公室，跟我进去看看吧。嘘，密码不能让你知道哦。噔，看一看，哇，这就是我们的办公室啦。这里，你看到的这里都是我们的道具，有一些食物，有一些，哇哦，看看下面还有什么呢？哇，好多的乐器，还有吗？哎，你看，好多的书，哇哦。只有你先下去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休闲零食区。来来来，噔噔噔，果然有很多好吃的。还有冰箱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好可怜，只有一瓶可乐。你看，哇，好多过年的美食，还有巧克力，补充一下能量，办公室最重要的。噔噔噔噔，还有微波炉，你可以吃到所有想吃的热热的食物。还有什么呢？为什么会有气球在这里？哇，这个很可爱的东西，漂不漂亮？我们每个老师都有哦，这是公司发给我们的哦，是不是很美？每个人还有名字在这里，还有不同颜色，有黑的，还有白色的。我们老师太可爱了，还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娃娃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网上很有名的聊地熊哦，都是我们老师自己亲手做的。在去年教师节的时候，公司举办了一次活动庆祝教师节，每个老师都做了一个这么大这么漂亮的聊地熊哦。果然每个老师对颜色的偏好不一样。哇，这个一定是学生家长送的，送给老师的应该也是教师节的礼物，好可爱哦。一看这就是认真工作的某一位老师，猜猜是谁呢？我不敢说。这里有很多的手工材料，感觉像个小作坊，是不是？小作坊这个词不太好。你在拍啊？我要过分的。有一个粉色的键盘，为什么会多一个键盘？比较舒服吗？果然还挺舒服的。我们再去看看别的是什么呢？也是我们的各种教案，还有我们的。很重要的卷笔刀，因为每次同学们在课上需要写字用铅笔，嘘，上课前要给同学们卷好。好吧，也没什么了，我们走吧。你们觉不觉得我们办公室也很无聊？上次老师的包也很无聊，为什么呢？我知道了，因为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在认真工作，所以也没有时间做一些有趣的事情了。有趣的都留在放假回家的时候做吧。那我们下次再来探索一些什么呢？让我想一想，我们下周再见。